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X 病可能随时出现，新冠可能是第一个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，世卫组织在与多国讨论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X 疾病。您认为它的出现是天然的还是人为造成的呢？按照联合国的说法，这个 X 疾病是代表人类未知的新型疾病，就像新冠一样，可能成为严重威胁人类、引起全球流行的疾病。之所以定义为 X 疾病，是因为它目前可能并不存在，人类知之甚少，是否高致命性和高传染性，如何威胁人类的生活方式等均不明确。其实这种担心呢并不多余，就像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、流感病毒等呼吸道传染病，呼吸道病毒会不断发生基因突变，当人为改变某个基因时，新的病毒可能就会出现。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也可能在突变之后传播给人类，人类不断研究的生物武器也可能作为某 X 疾病登上历史舞台。对于 X 疾病，人们不必恐慌与担心，像新冠、SARS 等病毒在传播之前呢，人们根本无法感知它的存在，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， X 疾病肯定会再次发生，就像某些流行病学家预言的一样，每过几年可能就会有一种新的病原菌流行。世界卫生组织讨论的 X 疾病也是为可能的流行病做准备，要对重点病原体进行深入研究，推动疫苗、检测工具和治疗方法上进行投资与研发，以应对可能出现的 X 疾病。人类需要进行反思，当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和最原始的病毒进行较量时，人类未必能够占上风。